2021年九月，嘿，怎么9月1日？哦，对，给我开这个方子的时候是9月1号，今天是9月10号。我那天不舒服没去，今天查血。挂号50，检查928。我平常也不去医院，一看抽血，我想起带我女儿抽血去了。啊，女儿今天去那儿抽血 ，B 超、心电图、狗的那个叫八连针呢、啊，狗的八连针，加上狂犬疫苗，借的苹果姐姐的车啊 ，Q7。Q7，我说你还上班呢，你就别给我送回来，就送到宽街就下来，下来我闺女自己走回来的，走回来路过狗不理包子，我给他买包子，结果他不吃，咬了一口不吃，拿回来我给奶奶了，路上给买了两根大冰棍儿，冰棍儿也不吃，今天还拔了两颗臼齿，他流口水，医生认为是跟那个臼齿有关，啊，一进门还没进门呢，就接到电话，德邦快递的，德邦快递好像是美国有一联邦快递吧，德邦快递这从烟台来的，离道李道，刚坐着苹果小学妹的苹果车，离就到了，这离叫董离，董离是中国烟台的。这梨特别贵，我根本买不起，但我有一个信神的姐姐，就是那个沃靠奶粉那个，沃靠奶粉那个卖澳大利亚奶粉那姐姐，她认识董梨的老板，跟董梨说唐老鸭那孙子再生战线贫血，海湾战争得的啊，老抽血，不能吃污染物，所以我只吃这个牌的梨，叫董梨。董梨就是山东崂山那边的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种的啊。它用的肥料都是牛粪、马粪，就不用化肥。我用我这个专门开，我这刀子都特牛。你看我这刀子，加利福尼亚的，Emerson。Knife Inc. USA 2000年造的，这刀呢叫 Commander， 就相当于吉普，比大切诺基还大的那个的，这是叫司令官或叫指挥官 Commander。我专门用它开这个。这董黎。见识一下董梨，精致极了。这，就一层，就这么几个，价值连城。你看，我都是。颤巍巍的，嘿，还不是董梨，是桃儿，董梨牌的桃儿，它这桃儿也是，你看看。上次他给我买的，这姐姐给我买的是平谷的桃，没法，就不说了，北京人都知道平谷那桃是什么样啊。这个是董梨的桃，现在就能吃，哥哥更能吃，适合。
血液不好的人吃，适合我这样良心良心大大的坏了但又一息尚存的人吃。嗯，这刀就特别简单。嗯，我老用右手玩，左手玩不好。啊，懂梨，只有懂梨的人才会吃懂梨的水果啊。这个懂梨不仅梨，它梨最有名嘛，山东什么烟台梨、莱阳梨嘛，但同时现在它的苹果、它的桃都不错。梨，李道，烟台市，包装也好，懂梨，中国烟台。